时间也是过去无量阿僧祇无那由他不可说劫，这个时间都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，就是非常久远的时间。阿僧祇就是无央数的意思，那由他是意的意思，无量不可数的意的不可说的劫啊，用大的数目不断的重复，说明这个时间非常的悠久的过去。当时有一尊佛，名号是一切智成就如来，说明这尊佛已经证到了一切种智啊，具有佛的十个称号，十个尊号这里就不一介说了。这尊佛的寿命有60000劫。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呢，是做一个小国王，他的邻国也有一位国王，这两位国王就是同参道友啊，非常的啊有缘分。这两个国王都在自己的国家修行十善业道，也就是说十善业成了这两个国家的宪法和行为的准则，以十善业道来饶益他所治下的众生。那么这两个国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邻国，这个邻国却不是用十善业来治理国家，而那个国家的众生都是造恶的众生，多造恶业。那既能都是造恶业，那个国家的政治肯定很紊乱，福报也很低啊，常常有种种灾难。所以这两位国王就在一起研究啊，怎么想方设法来帮助那个造恶的啊众生。这时候这两个国王就发愿，一个国王发愿，愿自己早成佛道，再来度这些造恶的众生，把他们度尽。这是一个国王发愿。另一个国王发愿是先要度这些最苦的众生，令他们得到人天的安乐，乃至得到无上菩提，就是让这些最苦的众生成佛之后我才成佛，发的这个愿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告定自在王菩萨，一个国王发愿早成佛者，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；还有一个国王发愿永度最苦众生，让这些众生成佛，自己才成佛的，就是地藏菩萨。